妈，在家呢。你猜我干啥呢？烤地瓜。妈，我在车站呢。今天我在沈阳啊，没少挣钱。咋挣的？烤地瓜。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烤地瓜。干足疗。妈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烤地瓜。妈呀，先不说了，我烤地瓜去了。不是，妈，回家说。捣乱呢？啊？我一说话你就烤地瓜，一说话你就烤地瓜呢？这还咋说话呢？你不说话我也烤地瓜呀。你耽误我打地瓜了。你耽误我打电话了。没动，干啥呢？等车呢，盖一票准备上车了。票是在手呢，一会儿上车呀。把你这票还给失主。不是你现在都实名制，他能上去车吗？我看看，徐洪凯到。不是你拿我车票干啥呀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反扒志愿者。你反爬，你爬别人，你爬我干啥呀？别人我没看着，我就看着你了。别动，没动。小伙子，我能动不？哎，您随便动啊。烤地瓜，嘿嘿，能动的烤地瓜。那个大爷，你也别动，你这有点闹挺啊。我们这谈正事儿呢，好不好？手里拿的啥？手机。谁的？他的。还说啥？我说我要还给他，你信不？你跟大爷，你们大爷信吗？不能信的烤地瓜。你看他都不信。姑娘，哎，看看还丢啥东西没啊？对了，我看看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老重要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给我妈买的六贵符光芒女神钻戒还在。其他啥也没丢，就手机搁他手里。不是，你施主说的很清楚啊，别动，等着我报警啊。不是，等会儿、啊、哎呀，你不能报警啊，我妈在这等我回家过年呢。不是，老妹儿帮我解释解释呗。你快帮我解释解释。那个同志啊，这大过年呢，他八成是缺点钱。那个大哥啊，我劝你下回可别干这事儿了，你让人抓了个现行。老妹儿，你说啥呢？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。那个志愿者同志啊，你这样，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。咱们你别说清楚，咱上里边说清楚。不是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呢，你别老报警干啥呀，老婆？这样，我跟大爷给你重新演一遍事情的经过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你给我两分钟时间，行不？行，就两分钟啊。行，来，大家配合来一遍啊。这说不清了都啊。我上来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喂妈呀，不是，我用这手给我妈打的。喂妈呀，在家没？那个你猜我干啥呢？说词儿。喊烤地瓜呀。不是，你打电话的时候不让喊烤地瓜吗？现在让你喊了。大爷，你配合呗。啊，行，配合是吧？重来啊！妈呀，我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给客人干足疗的。对，干足疗。我这啥玩意儿干足疗的？你得喊烤地瓜呀，大爷！啊，你配合一下行吗？啊，行呗。妈呀，回家我就好好给您做一回。大爷，你能喊不了？不是，你在这喊啥呀？喊烤地瓜。
清楚了。停，你俩吵吵半天了，这里这个没有手机的事儿啊，你还得我还得你别老报警报警报警，我抱抱你来。这报啥警啊？这不刚说的前言，不还没说到后果呢吗？这阵你是没上来的，你得等我们演到八分钟左右你再上来。但是你别听罗响，罗响就演完了。你先上那边，你去看一会儿，看一会儿啊。啊，行行行，这是到你了。啊，我在这，我来了。手机，那个大爷，给我来烤地瓜。哎，老妹儿啊，能不能好好整？这都看不明白，你是这么上来的吗？你不在这儿上的吗？啊，你看，这真的，这咋不走道呢？咋不走道啊？上来了。刚才你不是卖了吗？他买我卖，你买呀不卖。哎，你买卖，给钱。我来，都给钱了是吧？给钱。来，大爷，烤地瓜多少钱？五块是吧？好嘞，完事儿。不，你他是给这当了着的，他没，他是在这个地方当了着，你不能揣里边，你拿出来。别动。我的妈呀，这事我是真说不清楚了啊！这我再重新给你演一遍。你别演了，兄弟。我刚才呀，给所里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调看了一下这块的监控，证明你确实不是小偷，确实是助人为乐。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哎呀妈呀！幸亏有监控了，要不是不是误会他了？那个孩子，哎，误会解开就好啊。就刚才呀，你跟大爷那没有礼貌那出啊，真拿你当坏人了，你知道不？但是经过你刚才的表现呢，大爷承认你是个好孩子。现在有些人呢，丢了东西别人不敢管，看见老人摔倒了呢不敢扶，看见有人偷东西不敢管。孩子，你是好样的。谢谢大爷。大爷给你点个赞。最后啊，大爷送你一句祝福的话吧。啥？换个头型吧，太耽误事儿了。大爷说的对呀，这头型确实让人误会呀。大哥呀，你这个头型是真得换，我误会你了，你是好心。我刚才听音乐也没觉得手机没在里头啊。大哥，我也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妈。哎呀，我这头型确实耽误事，磕下太疼了。行了，误会解除就好了。我车来了，各位新年快乐，我走了。慢点丫子啊，那个兄弟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哎呀谢谢同志啊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别有期了。大爷啊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嘞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别毛扔的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小伙子，给家人带好啊。那个大爷，哎，我家人也不走了，我送您回家。不行啊，我这地瓜还没卖了呢。卖了这，他们买。行，卖给你们之后啊，我挣完钱，给你大娘啊买个六味福大金镯子。哎呀。